大家好，那么我又来了。今天的话，来一个那个随机团本吧。那么控制的话是用这个按键映射工具映射手柄的。我们赶紧先进盹吧，等一下被时间到了就不好了。帧数可以在左上角和屏幕动作条上面看到，然后呢，画质的话是6档1280×800的分辨率。要使用密室的武器对付 Nazos，我们就得进到他的壳胶。其实我也从来没有用打过随机的后二，也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动画了，动画就不看了。跳个动画倒是有点卡。好了，那么我们上去吧。这个按键映射好像有点问题，我们看一下啊。OK，恢复正常。打小怪都死了那么多人的吗？出乎意料的，跟五人本也差不多。挺流畅的，没有出现卡的情况。话说回来，这个腐蚀效果在9.0的前夕就要删除了，还真有点舍不得目光炮呢。要确认一下的嘛，这么专业。
们不嘲讽的吗？好像终于嘲讽了。我嘲讽还是比较及时的。不知道会不会有很多人不知道飞回来，好像确实有，你看一下，还一堆人往回跑，不过难免嘛，这是随机团嘛。
的真的好慢呀。这个随机的触须是只砸固定地方了吗？怎么我一直拉在原地都没有任何问题？不瞒你们说，我第一次打这个 boss 的时候被触须砸死。终于打了这 boss， 打了好久啊。不过反正随机团的战斗也没什么看头，打一场也就可以了吧，恩佐斯就不打了。那么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这期就先到这里吧。我想应该也跟刚才差不多对吧，不过总的来说流畅度还是不错的，没有出现明显卡的情况。那么大家拜拜。